好了，那这个显卡的影片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OK，那显卡的影片差不多就这样子，然后 OK，那显卡的影片就差不多这样子了。反正我们就要继续剪影片喽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4070 Ti 的分享开箱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赞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wan，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